各位好，Flybe 灰熊，今天画的这个风景，你可以看到明度它会比较暗，所以我们如果用观念来解决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把这张照抄画在我的画布上呢，它的明度显然就会太暗，太暗了，我们就需要在画画的过程中呢，用不同的技巧或观念啊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。视觉上的困难呢，如果都是一个暗面呢，你可能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暗面呢，做一个解决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明度上的困难。那我们有六个观念，六个观念里面有个色彩，有 edge，有明度。那三个呢，就互为解决方法。OK，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明度是困难的话呢，色彩跟 edge 它就是解决的方法。那我们来想想看，什么样的色彩跟 edge 能解决呢？好，我第一个可以看到它有雾状，OK，那这边有块状的。所以 edge 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快条线施点雾啊，然后慢慢的往后延伸。好，那 edge 已经想好了。那色彩呢？色彩有什么呢？可以看到这边的彩度呢高一点，这边呢灰一点，而且它有点凹陷。那我就知道呢，这是冷灰，然后呢这是高比较彩度比较高的暖灰，然后呢这边是最高的反光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如果能够借由穿越的这种现象来做出。这一个每根树之间的空间啊，它的纵深空间会更棒，所以我们就想好，就是说，如果能够在色彩的中间呢，做出局部的这种黄色的光，我们以前都叫耶稣光，能够洒下来的话，哎，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每一棵树跟树之间的空间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一种擦拭，就大部分都用纸巾。那我们今天来用一支这种笔来试试看。那这个擦拭的目的呢，是你们可以看到右上方的照片里面，这些树林的本身的色彩，它不是白的，哦，它是黄的。那怎么样把它变成黄的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刚才原来埋入的这些色彩，它的目的，它就是要来做这件事情。我们先放了白。那这个白是从天空里面刷下来，那我们现在要把黄色的混到这个白里面去。那因为它的树的形状，它本来就有限制大小，所以它就会从树的部分，你去把它混进去。那是 首先呢，你可以上一点点黄啊，那这样的话，你下去的时候，它的颜色它本身就带有黄色。好了，那就有一个黄，好，跑进去了。回来，你再回来原来补原来的颜色，务必要把所有的这个白的部分呢，都把它让它消失，好，你才不会看起来一边白一边黄。好，那回去补颜色，好，大致上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你可以由冷一点到暖一点，啊，何谓冷一点到暖一点？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加一点点yellow ochre 啊，让这个颜色啊，我们试个给各位看一下。好，这是 yellow ochre 哈，我加了一点点黄，好，那各位就看到左右的空间。我最近看到，我忘了哪一位画友哈，他其实他也有这样画哈，但是他是纯粹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就是没有用到两段式的一个画法，所以哈，这个的形状他就没办法隐约的影射出来说这个是树哈，比如说我只贴在这个地方，那么我刷过来的时候。这个地方是树啊，那这个地方是空气，那就会非常明显啊。那尽量去把它做成，你可以用刷的刷出后面的结构的一个形状，那这样呢，它就会比较容易阅读啊。那越后面呢，它的这个光线到这里最强嘛哈，到最后后面呢，它就变雾状，你就比较不需要那么多的一个白色。
那天我们有聊到这所谓日字形的穿越啊，那这种树林呢，很明显你不会看到什么树啊、光啊，一条一条的非常锐利。但是这个树呢，远方你看过去，它有一个 Z 字形。所谓 Z 字形，它就不是直线，它就这样啊。那这样的一个穿越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？它产生这个，这个跟那个的空间，也就是说这个小山丘跟那个小山丘的空间。怎么去表达呢？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穿越，Z 字形啊，不要走直线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会有一个 Z 字形的空间出来。说起来很好玩，也很奇怪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在水波纹里面发现的一个原理。你尤其在海面上啊，就是河啊、港口啊，你们如果去仔细去观察，你就会看到这种 Z 字形的波纹啊，它会随着这个水啊。一到处的改变哦，然后它这个一直存在，只是如果你没有用相机去拍，你很难都看得出来。好，我想我大概这个就是我们收尾的地方，那也分享了这个怎么样用一个画刀让我们的树啊、海啊、河啊，这个暗面里面的这种光线的穿越，能够让它看起来更逼真，好，更像大自然的东西。那有厚涂，那也有这个平滑的地方，那在暗面里面也有雾状，也有色彩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